车够能上 We are the trackers 叱咤够能上叱咤乐坛叱咤乐坛远远关心，咁亦都有广东版一生无求嘅。我喺头咧见到话有广东版嘅时候，都谂点解要录一首歌嘅广东话呢，即系呢个系问题嚟嘅。但系听咗首歌之后咧，收翻呢个问题。嗯，点解？知道呢首歌太好听，一听个 intro 就知道呢首系好歌嚟。系啊，即系嗰个 intro 系真系有啲怀旧嘅味道，似咧好可能八九十年代嗰啲超级经典嘅台湾歌。系啊系啊，即系嗰啲就因为太好听，我哋都想录一个。广东话，所以我就知道要录一个广东话版啦。呢个问题就收翻啦。咁你听到呢首歌嘅时候，系咪都觉得哇呢首系劲嘢嚟嘅？我好中意啊，因为尤其是我觉得我嗰阵时成日录过乱晒添广东话嘅大碟，系我会收录一只国语版，收录一只国语歌。我调翻转，其实我好想话俾大家听，即系我觉得广东歌都系一样重要嘅。咁我就选择一只我觉得系最 melodic 嘅。即是最又心酸又温柔可以常常听的，即是不是一首快歌嘛，所以就选了这一首一生无求。咁嗰个远远的爱嘅歌词喺即系爱情嘅阶段点样形容呢、你就话酸酸的嘅咁。嗯，有阵时你爱一个人，即系你去到冇办法嘅时候，但你仍然系爱着佢嘅时候。你要学识其实去远远关心佢咯，即系有时候，你唔需要一定要拥有佢，即系如果你真系爱佢，然后你拥有唔到佢，哪怕咁唔通，咁唔通你系希望佢同你一样孤独咩？咁叫爱咩？咁叫即系？有啲人咁谂噶，即系我哋要同步嘅，同一个 level 嘅。咁大家一齐，你要肚饿。咁两个人肚饿，咁又何苦咧？咁所以呢个女仔就希望可以远远关心呢个男仔咯。所以 MV 里面有个我特登编排咗一个桥段，就系我拎紧一个便当俾佢。哦。咁但系咧喺街口度，我已经见到有个女仔又拎紧个便当俾佢，而佢接收咗。咁我就同导演讲话，我呢度我想演笑，即系微笑啦，咁唔哈哈哈大笑啦，微笑，因为觉得就算我得唔到嘅嘢，但系嗰个人有一个女仔好好咁照顾佢，咁都开心啦。是不是自我安慰嚟嘅呢个都唔系自我安慰，咁唔通你想见到佢死咩？系咪你唔想你冇即系起码冇咗恨佢嗰个心先啦，系咪？其实你应该快乐嘅，即系你爱你嘅仔女，你就会想有一个好嘅老婆会照顾到佢，或者好嘅老公会照顾到你嘅仔女噶嘛。咁所以我之后就自己匿埋一角咁样食晒个便当，即系个 MV 里面。咁想同呢个男仔讲，就系只要你一需要我，我就会喺你身边，系啦。Don't Let It Go 就系咧而家嘅派台歌嚟嘅。呢一首歌，我觉得系成只碟都系爱情，同埋好 personal 嘅爱情，但系唯独是呢一只系大啲嘅。系，因为佢系除咗讲爱情，佢系讲人生。嗰阵时咪我哋拣呢只歌，系因为佢系有好迪士尼嘅感觉啦，亦都想将呢个迪士尼嘅 feel 系。放大佢啦，然后阿 Y 填咗 Don't Let It Go 就因为有个 Frozen 嘅 Let It Go Let It Go， 我哋就唱反调，唔好俾佢 Don't Let It Go。系啦，因为基本上，好同坏嘅嘢，其实都系爱嚟教识我哋一啲嘢咯。所以个上天安排咗嗰啲人或者事喺你个身上边，一定有佢嘅原因，一定有佢嘅养分。或许系要你学识原谅，或许系要你去改变你一啲嘅想法，以后去拣一啲唔同嘅路。咁所以就系、即系里边歌词都有句唔知咩，类似系即系好嘅坏嘅嘢，其实都系养分啦。水深火热之中，教你坚强的不是童话。水深火热之中，教你坚强的唔系童话咯，咁样咯。远远的关心和体贴，你一般算我也不想见。你再熬夜，我就失眠，恨不能把。一点远远的关心和眷恋。